特别好，我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很多时候拍照啊，第一是没有面光，第二呢，女生拍照就是要那种感觉，要怎么样有感觉呢？有风才有感觉。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现场没有风怎么办？没关系，这个自带风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哇，带风的，哇，这太适合汪峰了。汪峰拍照片就是迎风装那种感觉哈。好，没有面光怎么办？不用怕，它还有面光。哇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对，你看自动补光和自动那个补风，它就会让你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。OK， 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博。一博，你拿着就你变成捕风的汉子了。哎，这就是我的，当然不只是一个手表啊。啊，这个风！啊，这个风！啊，这个风！碧晨看人家礼物了，一博你好棒！哇！张碧晨看人家礼物了，一博你好棒！一博一博，我也想要这张大满贯，我这张大满贯，我听了一下，这三个都不靠谱，都不靠谱。我的很厉害，真的。该偷一样能拿走。那个大张伟，就是过不去。大张伟，我不要你的鼓棒了，我还是给你一份饭吧。这东西我跟你说，招人恨。这好棒，你直接拿走。来，一博一博，我们交换礼物吧，快赶快。如果想不用不用，我知道了。来，交换礼物。好，来，你可以回去好好研究。我回去好好研究啊。哇哦，战斗力。这什么心态啊？大家都特别的开心啊。是的。